此地所说的周边巡礼，表所有之过之功，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到达了。啊，刚才说过他去干什么，去供佛，去闻法，附带的都重视那个佛国度，想必过去生中也曾经去那里住过，那边的熟人不少，有缘的人不少啊，他们有苦难发出去的信号，我们立刻就收到了，那就是他的感，收到的时候就有因啊，因自然就现身，就说法帮助他。那我们在虚云老和尚念谱看到那一段故事，我相信绝不是骗人的啊！老和尚朝五台山那一年47岁啊，为报母亲的恩，从普陀到五台三步一拜，拜了3年多才到达啊，这3年多当中生过2次病，生病的时候都在荒山，找不到人家，遇到一个乞丐啊，一个叫花子啊，照顾他啊，叫花子找一些草药把他病治好啊，2次都是这个叫花啊，他接受人照顾，照顾报恩的，请教他的真心大名，他告诉他说，他姓文，文章的文，名字叫吉，吉祥的吉，文吉。他问他住在哪里，我就住在五台山。你到五台山去，人都知道我。啊，离开之后就不见了，就是再找不到了。到达五台山，到处去打听有没有认识文吉，没有人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到寺庙里面去拜文殊菩萨，拜完之后，向寺庙大众讨教，有没有人认识文吉？人家告诉他，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化身，他才恍然大悟。菩萨你看现一个乞丐身，让他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乞丐无家可归讨饭的，他到处走的啊，碰到了2次都碰到他，跟他在一起住半个多月啊，病好了这再走啊，晓得你看他生病痛苦的时候，文殊菩萨知道啊，他就来应了。老和尚有感，菩萨就有应啊，真的化身帮助他度过苦难，继续去朝圣啊，这些事情真有，不是假的啊，不但菩萨给我们感应，你看海鲜老和尚永思记里头有老和尚救狼的故事，那感应的啊，畜生跟他有感应，这个畜生有灵性，我们相信这个狼不是普通的狼，前世是佛门弟子啊，不是佛门弟子，不是修行人，他怎么能认识老和尚？老和尚不是凡人，老和尚可以救他。啊，母狼难产，快要死了。啊，这个老狼
闲工情绪啊，情绪老和尚一看这才明了啊，知道他的意思，坐在母狼的旁边，闭着眼睛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了十几分钟，这个母狼醒过来了啊，生了一窝小狼啊，老狼感激，表现那个态度，鞠躬作揖，感谢啊，老和尚为他开示啊，教他要修善，不要害人啊，下一生的时候不要再到畜生道来啊。而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又走到这个地方，狼，老狼在这个地方啊，老狼采了是野蜂蜜啊，放在老和尚面前供养老和尚，他知道知恩报恩的畜生的啊，这个故事绝对不是假的，很值得人反省啊。这个狼我们相信他死了以后决定可以脱离三恶道他还保存着人性，人性没失掉啊！啊，供养诸佛，表所行之事之法，不是简单很多啊，而习于一念之间。圆满成就，备现极乐国土之四事无碍，一多相继，言出同时，时间空间没有了啊！我们受这个障碍是戒子须弥，戒子小，戒才子须弥山大啊，戒子能包须弥山。设法不离当初啊，一念变空，三世不隔当年，借此纳虚名，大小没有了，一念呢供养一切诸佛都圆满了，这时间没有了啊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，三世不隔当年，一念就圆满三世，当下即是原是无已，故云华藏无意极乐净土遍收玄妙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悟的是什么？性什么样子？他在定中没出定，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是定中说的，就是说他开悟，把自信体相作用做了详细报告，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，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开悟的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入定开悟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任何一个法门只要达到真正真诚专一
就有开悟的可能啊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从这个方法门径可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法法皆是。问题你会不会啊？你真会，任何一法都能成无上道啊。能大师开悟之后说出心性是什么样子，他说了无觉，无足一听，真开悟了，不是假的，一波就传给他了，嘱咐他赶快走。啊，那么这五句话展开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同一个境界，《华严经》浓缩就这五句话。那《华严经》说什么？五祖的二十个字，六祖的二十个字，就说干净了，就说圆满，完全同一个境界。啊，六祖说的是总纲领啊，释迦说的是细说啊，啊，定中说的，定中没有时空，它没有障碍，要在人间说，说不太长了，这几百年的时间不够用啊，在定中说。啊，这些我们都要能体会得到，对于佛法的表法我们完全能接受，不再怀疑了啊，也知道学佛要怎么个学法，学佛目的何在，目的就是要开悟啊，就是古人说的自见其意啊，不是别人教给你的。为什么？真实智慧是自性本具的。啊，记住佛的一句话：心外无法。啊，自性之外，真心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，能生万法。啊，所以什么最重要？明心见性最重要。啊，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就写得很清楚。啊，修行修什么？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辟支佛，平等菩萨就成佛了。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看看，这是修行的总纲领啊！啊，国报，国报在经题上半部，大乘，大乘是智慧，般若智慧，自性本具般若智慧，无量无边。无有穷尽呐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呐，得见性才行啊！啊，所以大乘智慧，无量寿是福报。你看佛慧，庄严是相好。啊，也就是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德是无量寿，相是庄严，自性本来具足的啊。极乐世界是谁造的？
完全是自信圆满现前的。谁的自信？阿弥陀佛还有一切众生啊。为什么一切众生的自信跟阿弥陀佛这一个自信，不是两个啊？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但是回不了头，麻烦就在此地啊。为什么回不了？业障习气太重了，无量界的熏染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但是丢不掉，那怎么办？这是弥陀无尽的慈悲，所以诸佛赞叹，赞叹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有道理啊！啊，他给我们创造这个条件，就是建立极乐世界。啊，怎么建立的？法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完全兑现了极乐世界成就的。我们只要信愿持名，就能往生净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